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，但他演他第一个电影的时候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他真的厉害。其实我觉得这次拍戏了很多很多难题，学很多车，记住一百万就是真的往下趴着的抓，往下趴着 sorry 是拍的是抽的。因为也是视为中国控烟倡导者，所以不能引导青少年去抽烟，所以在这个戏里面抽的其实是茶叶。我其实觉得有点呛。茶叶其实呛，非常呛。好像你是对的。对啊，他的那个作风出了，都是类似的。他讲了个什么，就能让我们去做。先到这里，没有参考了。这种角色也是我第一次尝试。演戏上面这些东西对我是很大的磨练。小北这个角色其实真的挺难的。他才精准，他会稍微有点紧张，你可以松一点。但是你在拍的过程里面，其实很清楚，他对剧本，他对文字很敏感，他其实很快就找到怎么去表达这个人该是怎么样。当你转换的时候，就尽量到上面的状态。一直在进步，一天比一天的表现都好。我们开拍那么多天以来 ，one take， 第一次，这个也可以拿去唱。我觉得他完全超乎了一个新人的表现。千玺从来没有需要人家去捧。第一天他来到，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大家知道我是演员杨千玺。演戏特别真诚，特别有爆发力。他也很不希望这个团在任何的挣扎。OK 了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。不好意思，会有错啊，是吧？我已经有一点把他真实跟小北混在一起。外表很冷酷。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的温暖，非常有同情心。他比小孩的时候也受过很多困难吧，一个人刚出来只是还没认识的他的好的时候，其实也有很多人攻击过他嘛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懂了那个孤独以后，他眼里面是有一种感情，有思想的东西。第一天他跟陈念躺在床上面，导演其实也没跟他说你讲这段话给他，其实他对纪远的眼呢也没给留下来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受过苦的小孩，但他没有把那个苦嫁给别人，他能去理解其他人，去感受其他人，他懂得别人的痛苦。我觉得那个是他最可贵的地方。起码是近年吧，他是我见过最美好的一个少年。到了这个戏之后，觉得就又特别想拉人出来。对，他长得他很漂亮，我们都无语。对，曾国祥特别想拉。我就且把舅舅曾国祥还有这个团队定为少年吧。跟艺术有关的工作，心里都会住着少年。其实我觉得《七月与安生》跟《少年电影》是完全不同风格的电影，但唯一我觉得有一个延续的话，就是保持人物对情感的细腻的处理。《少年的》里的命题是给《七月与安生》大，就讨论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会更挖你的内心。觉得那个也是拍电影最好玩的地方。就《七月与安生》，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。看看摄影师对我做了什么，还拍我。再去做另外一部戏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。这部戏当时看剧本的时候，现实社会题材，觉得也挺有意义的。他的眼睛是带着感情，他里面有思想，有东西。我说我很少见到一个年轻人是这样的。是吧？是。然后这片子有点。其实应该是你去，甚至是一个非常非常照顾人的导演。
很有耐心，有跟他的样子不匹配的沉稳跟成熟。导演是个非常细的人，他有一种女人的细腻。我知道是曾国祥导演的戏之后，我其实我什么都没问，然后我就答应了，不修边也没刮胡子，然后我觉得挺合适的，那个就是经过老杨。重庆第一顿火锅居然吃的是番茄锅。就这名导演就跟我说，这部电影里面有三个少年，陈念、小北还有正义。其实正义就是最后是成人礼啊，他经历过这个案件之后就变成一个成人。对你有信心，谢谢。去哪儿了？弄那么脏。很谢谢吴越伟来的。差不多每一天来到都要哭。演戏特别真诚，就是你看着他的眼睛就会进入到戏里。我不饿你，你放心吧。我挺喜欢这个剧组的，每一个人他在做的这些事情，用什么字来形容的话，可能热爱。因为我觉得热爱是一种非常能够感动人的东西。很幸运有一帮战友吧。这个团队就是很真实的一个团队，不会因为我们熟了或怎么样就惯着你或者是欺骗你。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个我们都很真心很喜欢做的事情，我觉得那个开心让它成为一个乐园。意想不到的是我会舍不得这个组。这个角色给我带来的成长非常非常大，我能感觉到就是小北的那个能量场，然后他是影响到我。对这个项目其实有一种使命感，是特别想要把这个故事拍好，是有一个出发点，就是其实世界没有那么黑暗，你可能总会有遇到一个人或是一些朋友，他们会愿意去帮你，而且你不是孤单的。在这写，陈念欠小北一次。我又没说欠什么，有可能是饭。有可能是别的。你能不能保护我？不要张扬眼前的伤，安安静静不要说话，你往前走我在后面，别害怕。我们的黑暗其实很像，没学会拥抱就得放下，深爱着也为难着对方。你很坚强，我可以让你要逞强，我陪你装，反正世间总会善良，我没有变，你知道就好。世界在哪少力量挣扎，我们很好，不需要任何人祈祷。当你拥有我这些，失去才够想，称不上快乐，算不了烦恼，让我慢慢陪你好。我们不好并不求任何人原谅，疼不疼告诉我，何必要隐藏。寂寞的梦想总得到希望，你快应我好不好，我就没输掉。陈念，
道很轻松，我做得到，聪明如你也要记牢，下个出口不是天堂已无关紧要，你想坚强我可以让，你要逞强我陪你装，反正世间从未善良，我没有变一个人知道就好，世界再难更不能逃，眼泪现在就该擦掉，这一次成长花多少力量挣扎，我们很好，不需要任何人祈祷，当你拥有我这些失去才够笑，称不上快乐算不了烦恼，让我慢慢陪你好，我们不好并不求任何人原谅，你疼不疼告诉我何必要隐藏，寂寞的梦想总得到希望，你快赢好不好，我才不算输掉。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，没脑子，没钱，也没有未来，可是我喜欢一个人，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。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，安安静静不要说话。丁浩，你还欠我一次。